为了推广屋邨绿化，房委会每年都在屋邨派发种子包，鼓励居民利用家品再造摆设，实行绿落家居。而社区原圃计划就透过提供种子、菜苗、种植工具和简易耕作知识，令居民体验到农作物收成的喜悦之余，又可以绿化屋邨，加强归属感。另外，房委会一直在所有公共屋邨推行减废和干净回收，屋邨公共地方设置了回收站，收集废纸、胶樽、金属、玻璃樽、旧衣、光管和充电电池。房委会亦同环保署合作推行公共屋邨废塑胶回收计划、入樽机先导计划和工商业厨余收集先导计划，推广废物源头分类。